天，老公觉得我最近瘦了，给我买了一只5斤的黑金棒，给我补一补。他还说，如果这个作品能收集到500个小红星，下个作品，明天给我买一只更大的。老铁，给我一个呗。哎，这个是活的啊，看。哎，咋不动呢？看到没？哎，咱给下锅煮它。老铁，你就给一个小红星呗，我想吃个更大的，给个吧啊！盖上锅盖，下个视频开吃。